杨导，我们设备来了，设备来了。我们的设备，化妆老师啊，分一下，分一下，分一下。设备是每组两台机器，然后监视器是有一大一小。群演呢已经在外面等候了，两位导演去挑一下群演吧。好啊，不好意思了，冒犯了各位老师，因为我就要一个角，所以我就得选一下那个。那您要是有意向的话，可以吗？行，得嘞。刚巧其实我需要一位女性 HR， 然后我就感觉这个姐姐今天穿的最像 HR， 可能我还需要一个是看演出的观众和那个办公室的职场的员工，然后这四位就差不多吧。辛苦各位，辛苦辛苦辛苦，谢谢谢谢谢谢，辛苦辛苦辛苦。王导，王导，我投资人这有角色吗？到底？你可以有，可以有，你就随便挑，后期给你剪掉就行。那我去那边再串个角色。我们是有四个场地应该要转换。第一场戏我们可能先去那个平房拍，出租房拍，然后各位老师就可以休息了。然后我们，我有角色吗？你想要吗？你的角色是一个脱口秀演员。这屋缺脱口秀演员吗？导演，我问你，咱还缺别的人手吗？需要不需要他直接再帮忙啥的？哎，我是投资人哦，监制这个。不，我就天黑来串一下，也不用天黑，就可能下午四点之后串一下，4点到8点。谢谢杨导，行，谢谢杨导，可以，谢谢杨导给机会。行，毕竟你投了钱了嘛，行。谢谢杨导给机会。那就角色突然换了，我没有角色了。兄弟们，咱走。导演，你给讲讲戏呗，导演。好，来，悬疑喜剧。悬疑喜剧特点是什么呢？你拍的时候啊，老程和志胜，你们假装自己看到的词儿，首先你那个情绪就是你这个词儿都没有梗。就是认真的演的感觉，认真的演，然后在那个基础上说梗。啊，明白。兰兰，哎，那个时间表怎么样了？说一下吧。咱先拍那个3、4、5场那个戏，然后7点之前得拍完，拍完之后再拍一跟最后姑娘的那个尾巴那块儿。然后7点之前得把3、4、5场拍完。得嘞，明白了。我要去动作指导啊。你可以啊，来，李指导。我指导谁呀、啊？你这也没动作呀。不是，你就指导被绑在凳子上的那个。好嘞，救命啊！这是我的榜样。你俩看是歇会儿还是对会儿词儿？我俩刚对了词儿。行，那个你们休息一会儿吧。可以。我到了。哇，这个这么专业呀！哇，哎呀，漂亮，这真不错。这景除了有点热，没啥缺陷。咱们把家务事给展开呗，赶快。咱这还真得俩场务，真得俩场务，要不然耽误事儿。头发乱也不用太乱，就稍微扒拉扒拉。这个归你了。他这么用，就是每一个镜头的次数要改，然后换那个镜头的时候这块要改。好。我先试一下，就是我学过美术，是这样的，纯凭着，像小时候打游戏似的。你的风格是想要第一个，您那边那椅子上加一个，然后这个游走的这个，这样。李哥，有一个职位非常关键，你想当场记吗？好，可以，来吧。哎，场记必须坐着吗？真是，我们4、5个人伺候一个场记，我真是。我不场记吗？我们得舒服一点。我抹了啊，抹吧，就算你忍一下。没事。裤子、鞋，可以，好多了，埋汰了是吧？来，咱给他绑了，这个活我来吧。咱得来真的，让你忍一下，我们来真的了。不是哥，你拿这个，我给他缠几圈，就来真的，是来真的，不能垮，来真的。别勒脖子行不行？
你的脖子也确实不好勒，这点劲儿都死我身上了，这俩货。我那啥，保我你可兴奋了。我今天又不是保你，我不来。我去，为啥我不去那边？那边不能保你。差不多了，枪给我。好嘞。藏技，藏技，藏卧，藏卧，藏卧，保我的时候都在，这不是拿剧本的时候没了。藏卧，跑快点，跑快点，演绑匪还耍大牌呢。咋了？那我在这拿着剧本演啊，不拿剧本，好好。说话带刺儿呢，怎么好好说得了？委屈一下啊！没事，哥哥，导演哪有这么客气的？好 ，Action， 好，来，各队预备，现场安静啊！现场无所谓，现场他妈没声。来，五场一应一次，三二一，走。虎哥慢点，虎哥看他，一二他那个这样太颤颤巍巍，秦哥教一下他那推那一下，我看啊，你就换个方式拿机器，哥要不你来拍一下，这个还有点重要，第一镜是最重要的，决定了影片气质，对，然后后面呢就那什么了，正反打了，嗯，不是秦哥，这个就是纯背面是吧，好，正反打是一个拍车哥的特别，一个拍车哥的反面。那我的没有你，给车哥打的明明白白的，在我的鬼画面，气死我了！你得拍我。哎，你去戴帽子。哎，光子，套他。我看到你背死我了，哥。我怕把你的发型弄乱。没事，这个发型本身就要求乱。成哥的前半程比刚才走的稍再慢一点，再慢点是吧？好，后半程是对的。五场一进二次，三二一，走。定，好，卡。成哥走的时候，右手别端着枪，你右手也得走。啊啊，你得走起来。好，来，预备啊！五场一进三次，三二一，走。停，拔枪说话。你觉得田里多大麻烦？哈，枪掏的不利索，来再来一条。你说，卡，你不能扣扳机，不行，还得再来一条。你说你，陈哥，你右手还是得摆动，还是得摆动。但是因为这样一摆就，那你这样，陈哥，你俩手都不摆，都不摆，我试试。对，卡，插兜，左手插兜，卡，插的深一点，哥。好，来，卡，你得拿出大拇指，左手的。好，好，来，卡。拍戏可真难啊，智胜会无死，你可以先拿下来透一下气啊，智胜，我这拿不下来。兄弟透着气儿，来来来，那你喊，你我们喊咔之后你可以，好，忘了你可以说一声，因为这个太难受，没事，各位老师辛苦，坚持一下，马上离成功非常近了，最后一条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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了，最后一条，我还想再自己发挥一条，用你自己的一个构图，不是一会儿我们歇着，你自己随便拍呗。没事，广志，你现在拍跟着拍行，拍没事，你拎着，还得照顾他的情绪啊。来那个头套，哎呀，忙的呀，哎呀，辛苦辛苦，再来一遍，好，三。二一走，哎，对，难受，太难受了。停，你说你给我贴了，你说你就贴里多大麻烦？咔过，可以，耶、yeah ，我给记一下，960-0164，够呛能拍完，我手太生了，这都半个点。他们拍的咋样？我觉得他们应该挺快乐的。